TF 少年 Go， TF 少年 Go， 本周你将看到。就是王俊凯泄露的消息到底是？这叫小港开打劫。还有王俊凯和王源为何又相互袒护？被起哄的千玺给的最终决定是？即将登场的三对三海洋篮球赛，这个游戏非常的好玩，谁又将登临本届比赛的顶端呢？是拼抢凶狠的这两支队伍，是突然握手言和的这两支队伍，接下来还有我们的男生学院自习室。Previously on the boys' school self-study room on last Friday。天纸鹤，我还信不信呢？你能不能安静点啊？同学，这位是天宇文，这两位是他的弟弟天宇寻和天宇浩。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问我。哼，你们哥今天吃错药了吧？他根本就没睡。那个马思远，我能问你个事儿吗？说。就是咱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叫 Carrie 的学生？Harry 男生 ，Harry 如果这学期还在这个学校念书的话，就应该上九年级了。空没空没了，回来。妈的，在这个学校我有这么多朋友，为什么不花？干嘛呢？不出声。他可生气了好几天。我尝尝，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调查团啊？没兴趣。立即扫描二维码关注 TF 家族官方 QQ 空间，参与节目互动。本周五 TF 少年 Go， 有理好看。